官胡小维上台为我们揭晓荣誉。揭晓的是2017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专辑。Welcome to Billboard Award Ceremony. It's a joke. 非常高兴代表 Billboard 来颁发这个腾讯视频的星光大赏。虽然发的不是 Billboard 的奖项，但是我觉得腾讯视频的奖项同样有非常强的分量，因为都是你们选出来的。下面我隆重的宣布2017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专辑荣誉获得者，请看大屏幕。2017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专辑。年度专辑是张艺兴。让我们有请年度专辑荣誉获得者 SHIP 的演唱者张艺兴上台接受荣誉。祝贺张艺兴能够获得这份殊荣，我们也请张艺兴为我们讲一讲此时此刻要跟粉丝分享的心里话。首先谢谢腾讯星光大赏给我这个音乐上的奖项，然后谢谢中国经济出版社给我的这次发行的这次专辑，然后谢谢张艺兴工作室的每一位工作人员，然后谢谢我的 XBAC 星迷们，完了以后很开心，然后还有远方的队员们，我也很想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爱我的所有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艺兴，也谢谢胡总为我们颁发荣誉，谢谢。好，哇，谢谢，我们感受到了艺兴无比的诚意，谢谢你。再次恭喜艺兴，请入座。